我先要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兔崽子的命！哎，程师叔，25年你都忍了，也不急于这一时吧？于兄，不知道贵派的绝招屁股向后平杀落雁式，你练得如何呀？取一刀命，绰绰有余。诸位前辈，久违了，以你们的武功修为来看。 每个人都有几十年的功力，咱们习武之人本应当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可没却助纣为虐，暗箭伤人。上一次我挑瞎了你们的眼睛，是想让你们引以为戒，可没想到，你们却不思悔改，放屁！这几个月我们不见天日，想的就是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拿命来！
常不由，我再三相劝，休怪我无情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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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